大家好，欢迎回来，我们今天来一场极限竞速地平线四的一场表演赛。这场表演赛是跑车对飞机，这款车应该是阿斯顿马丁吧，阿斯顿马丁的跑车。他对战的将是那个飞机，喷气式飞机。Hey Nitro, you've got a lot of fans. 三角翼表演赛。Go on, give them a show. 哦，果然，那么这辆车是阿斯顿马丁2016款阿斯顿马丁 Vulcan。啊，那么这个可能很多人不太清楚这辆 Vulcan 的这个阿斯顿马丁的跑车，这个是一个限量版的阿斯顿马丁的超跑啊，超级跑车。这辆跑车呢 V12 的引擎，那么据说全球只有24辆啊，只有24辆，非常的贵，大概200多万美金一辆。这些车呢，当然了，给这些超级富豪们准备的，但是如果只有24辆的话，也是比较稀有的。好，今天我们这个就是用这辆车啊 ，Vulcan 这辆车来对喷气飞机。这个车来对喷气飞机，看看最后谁能赢。我记得。这个极限竞速地平线三啊，就是上一代也有这个汽车对飞机，那个好像是开兰博基尼，我记得。我现在还有我的这个频道里还有那个视频呢，大家可以翻阅一下，那好像是两年前的录的。飞机还在吗？看看内部，方向盘换挡，还是挺酷的。哎，这什么情况？刚才倒一下，这车的控制呢？哦，飞起来了。这车控制还是非常的灵活的，非常非常的灵活，稍不小心就会打滑，就会漂移。我靠，飞得这么远。这是跌跌撞撞，不知道能赢吗？怎么可能赢飞机呢？赢了，哦，真赢了。我靠，我靠，阿斯顿马丁 Vulcan 赢了喷气飞机，我靠，这也太夸张了吧。
有抽奖吗？我看看。没有抽奖。